好，这是江宜桦最新的说法。但马政府除了服贸之外呢，还有现在加强要推的就是宣导自由经济示范区，他们再度推了这个网络的短片，但学运领袖林非凡直接就在脸书上回应了，讽刺说哇，这个广告潮爆了，根本是浪费纳税钱。这个宣传短片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就叫台湾潮片。他强调的是说自金区这是台湾的潮流，希望获得民众的支持。但有网友说看了老半天，短片到底要表达什么呢？其实看不懂。而林非凡无奈的在脸书上批评，不知道这个广告是凭什么，然后讽刺说比起这样的潮流，连学运都算落伍了呢。